周深演唱的《奇遇乐章》破圈了，这首歌曲一经上线就冲到各大榜单前列。但实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首歌曲不但出现欧美歌曲榜，而且还是第六名的高名次，这样的高位排名实实在在的破圈了。什么是时光新人？不只为音乐而伤，更是为爱而伤。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再突破一点，用自己的来时光音乐会，来时光音乐会，把时光，把时光，把时光唱给你听，把时光唱给你，唱给你听，唱给你听。另外，在万众期待中，周深的音综终于要来了。湖南卫视官宣，《时光音乐会二》将于12月2日起，每周五晚7:30，在湖南卫视、芒果 TV 双平台播出，嘉宾阵容也正式官宣。早在节目开播前，就有不少小道消息流出，嘉宾阵容频引猜测。而前段时间，随着节目的录制，嘉宾阵容基本出炉，连首期歌单也出来了。11月30日，《时光音乐会二》正式官宣之后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周深《时光音乐会》常驻的话题成为阅读量最多的话题，不到10个小时，阅读量就突破1.1亿。而讨论量突破12.5万，这个热度极其惊人，一骑绝尘，可见大家对于周深的加盟早就充满期待了。一个全靠路人和歌迷讨论就能过亿的话题，不得不赞叹周深的人气。深深，我想问你，你平常是怎样保养你的嗓子的？喝水，睡觉。周深老师，请问周深，好了，我向那个小周深提个问题啊。对，我都不提要问你。为什么大家对周深如此期待呢？他为何成为顶级音综《时光音乐会二》的常驻嘉宾呢？第一，过硬的实力，强大的专业能力才是周深在歌坛立足的根本。就如《时光音乐会二》所说，不以风格定义周深，百变唱腔，但永远忠于自己。他不同风格和唱腔，这些都需要超强的实力来驾驭。目标倒没有变过，就跟之前一样，希望可以唱更多的歌，然后可以唱更多好听的歌，然后可以一直留在舞台上。希望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歌手了吧，小小憧憬。哇，这是我发专辑的时候。不算吧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长久的目标。你不同时段你对一个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标准，我还在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着。还是一样的，希望能够留在舞台上，然后大家喜欢的歌手吧。第二，翻唱能力强。如果看过周深线上演唱会或生日直播的人，肯定更能感受到他的强大翻唱能力。他的很多翻唱舞台基本上都能上热搜，成为热议话题。第三，合唱能力强。周深参与的每一次合唱几乎都很精彩，而合唱要出彩比个人 solo 难多了。在当今歌手中，周深的合唱能力算得上出类拔萃。据说《时光音乐会二》也有合唱机会，届时定能看到周深的精彩舞台。跟我一起来唱跳，你想选哪首歌？就在孙悦老师，对不起，就是因为孙悦老师在我印象中就是一直是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人。那什么时候孙悦老师会生气啊？不会是现在吧？第四，综艺能力强。周深的综艺能力早在《我们的歌》第一季中已有所表现，他与李克勤的互动为节目增添了不少快乐。而到了《青春环游记二》里，更是贡献了很多名场面，而在其后的《创造营2021》中也有名场面，直到《奔跑吧》第10季和特别季里，更是展现了非常好的综艺感。就你唱歌这么好听，然后又是爆梗王，请问你为什么这么会接梗呢？能不能传授？这么官方，这个问题就掉过吧。当
然是看像胡夏老师他们这样前辈老师们的节目学来的。第五，表达能力强。他参加的每一个综艺里，他的发言都言之有物，互动表达和反应能力都很强。第六，亲和力很强，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。无论在哪一个节目中，刚开始周深或许和大家生疏而放不开，但是很快就能和大家打成一片。有人说是团宠，也有人说是催化剂，因为周深的亲和力，大家的气氛很友好，以至于无论是做游戏还是谈话互动，都能催化出良好的氛围，让节目和谐更好看。大家很多时候都会聊年龄焦虑，其实我对这个还好，大家一直在困惑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会开始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什么坎儿吗？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？有些职业有年龄限制，尤其是可能像我们这一行，因为有不停的新的人出现，我怎么去应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办法应对啊，就是该做的把它全部做好，就是我目前好像唯一能够选择或者是去应对的一个。除了上述六点之外，还有一个综艺晚会都喜欢邀请周深的原因，那就是他的专业态度。对待每一次演唱，每一个舞台，他都无比专注，精心准备，尽力做到最好。这一点特别是让他合作过的人欣赏和敬佩。这样的周深自然会成为越来越多的综艺常驻，也会为综艺节目创造越来越多的精彩舞台，双赢甚至多赢的结果，相信没有人会拒绝。随着时光音乐会二的定档，我们一起期待所有嘉宾的精彩表现。京东的音综爆款显然已经预定了。做过最疯狂的事儿，就是出道成为了歌手。作品和演唱实力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吧，对我来说，所以在作品里展现自己的演唱实力。哎呀，突然蹦出两个梦想怎么办？可以长高，可以长好多头发。五月的风吹在天边上，童年的梦给我一双翅膀，从小小的家乡去天空的广场，就好像